们来看一下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好不好？因为刚刚各位有特别提到，让这个乡里跟包括了恒旭，还有未来要进军到新竹的这个林老师哈，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他是做滚动式的民调，连续做了21次哦。以最近的两次，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说国民党应该是士气高昂啊。侯老三终于摆脱了，现在变成是侯老二。以最新的一次呢，赖清德被认为说突破一点点天花板，但是我觉得都在误差范围，也不用太高兴。37.6 这一次你看到蓝色的部分，这个蓝色的部分呢，一度在第19次美丽岛电子报进行滚动式民调时，他跟柯文哲是黄金交叉的，就在这个地方的点。现在最新的侯友宜是 22.3，赢了柯文哲的20.5，好，这是萨卡都，好，点五。好了，我们看一下，在郭台铭加入战局之后，好，这是美丽岛电子报所呈现的一个情形。接下来我们看到郭台铭如果加入之后四卡都的一个情形呢，赖清德的支持度变化不大，还是大概37%左右。我们注意看这三个人，这个三个人，橘色的部分是郭台铭，蓝色的部分是国民党，那么淡蓝色的部分是柯文哲。你看到最上面的 19.5， 他是国民党的侯友宜，他是屈居在第二名。接下来我们看到 18.1 是柯文哲，等于说柯文哲稍微落后了侯友宜有 1.4%，但至少侯友宜已经追上来了。但是看到这个趋势里头，柯文哲是微幅在下滑，我不知道这个下滑趋势是不是已经确定了。接下来是郭台铭的部分，郭台铭在这四条线里头似乎还是都是老四哈，12.3。我们继续来看交叉分析的部分，各位可以仔细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看到来风灿民调。来，我请制作人给我风灿民调。这个是侯友宜已经是摆脱了侯老三，可是也不用太高兴哦。在风灿民调里头，8月9号到8月13号，好，连续几天所做的民调，他们的民调很有意思，它是传统，大概2000多份，有一半是传统的室内电话的民调，有一半呢是网络电话民调，这是风扇民调，但是美丽岛电子报还是以传统的电子报的一个户数哈，传统的电话。我们看到这个风扇民调所公布的赖清德33.4，接下来我们看到柯文哲的部分23.2，注意看柯文哲依然维持在第二名，侯友宜没有上来。侯友宜从7月18号发布的15.3到现在15.9，那都不支持的6.9。你看到赖清德、柯文哲跟侯友宜，好，我们看到侯友宜依然是第三名。我们看，如果接下来郭台铭加入战局之后，在风灿民调所呈现的情形，赖清德还是第一名，不过微幅下降到31.2，柯文哲是第二名，19.5。OK， 这个没有决定的还有将近20%，侯友宜14.8，依然第三名，郭台铭11.8，两份民调所呈现是第一名不变，两份民调共同的是最后一名，如果四卡都也都是郭台铭，可两份民调差别非常的大，侯友宜依然是第三名，柯文哲还是第二名。我们看交叉分析的部分，我们看美丽岛电子报的交叉分析。美丽岛电子报的交叉分析让我们看到，它针对年龄、针对区域，包括了可能潘文旭这边可以仔细去看一下这几个数字，在年轻族群方面翻转了。其实赖清德要在年轻族群20到29岁要翻转难度非常的高。过去呢，20到40岁大约在台湾有450万人口，450万人口里头，柯文哲几乎有投票权，南瓜一半，他是50%强。你看到这个是最新的民调，我们看到赖清德、侯友宜跟柯文哲部，你看到20到29岁，注意看赖清德多少呢？33.6，侯友宜17.6。我们看到柯文哲多少？31.9。我们注意看31.9，在这个部分年轻族群的部分，赖清德已经微幅领先了31.9的柯文哲，首度哦，这是从1126选举之后第一次在年轻族群方面，赖清德首度超越了柯文哲。来看30到39岁，40.2、16.9、25.5。好，接下来这个部分呢，我们接下来部分看40到49岁的部分，赖清德是多少呢？我们看到40到49，29.2，17.8。哎，这个部分柯文哲还蛮强的哦，40到49%，32%。但是紧接的部分，
都是赖清德强，尤其我们看到60到69岁赖清德南瓜了 43.5， 侯友宜 26.8， 柯文哲个位数 9.3， 70岁以上呢赖清德 42.3， 而侯友宜 27.1， 柯文哲多少 5.1， 完全已经翻转了，完全已经翻转。那从区域方面呢，我们可以问一下台北市选民，经过柯文哲8年执政之后，你们希望未来谁来当总统？那新北市的部分，经过了侯友宜竞选连任之后，在上次拿下115万票，那新北市具有选举投票的这些人，他们选择是谁？是万里人的赖清德，还是说已经执政5年，应该是说5+8，因为过去侯友宜在新北市担任过7-8年的副市长，等于在这个地方 他的执政有13年的经验。我们看区域方面好不好？你看区域的部分，他第一个是新北市，新北市选民呢 38.1 支持赖清德，其次是侯友宜 25.6， 接下来是柯文哲 15.5， 所以呢新北市的部分拿下第一名是赖清德。我们看台北市，台北市的部分你希望去支持的部分，我们一样从三位三位的部分你注意看一下，台北市的赖清德 27.3， 侯友宜 31.8， 柯文哲 23.5， 哇非常有意思了。台北市的选民里头第一名是要投给侯友宜，侯友宜最高，不是柯文哲，注意看哦，他还赢过赖清德。所以国民党的部分，侯友宜 31.8 超越了赖清德 27.3， 包括了柯文哲的 23.5， 陶朱苗 31.1 25.5 27.1， 好，陶朱苗好像差距不是很大。中彰投，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严家的动向，中彰投的部分当然是整个区域性看不出台中市，但台中市因为每一个人都去拜访严家，好，那严清标跟这个郭台铭也十指紧扣，跟柯文哲跟侯友宜有没有我不晓得，但三个人都极力要去拉拢，所以今年的严家到底支持柯文哲、郭台铭还是侯友宜呢？我们看中彰投的这一块，中彰投呢最高的是还是赖清德 34.4， 他南瓜了 34.4， 18.8 的中彰投的选民愿意支持侯友宜。中彰投柯文哲还赢过了侯友宜哦，他是 20.8 哦。其他的部分你看到云嘉南啦、高屏啦、基隆宜兰啦、外岛啦，46 49 34，有没有看到其实赖清德的数字相形之下他是几乎都是一路领先，除了在台北市之外，台北市之外。湘琳看到这个民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在年轻选民方面，我印象没记错他之前在20到29岁是50%碾压侯友宜、碾压赖清德，为什么完全翻转？我指的是同一份民调哦，美丽岛电子报，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年轻族群对选举过去讲冷漠嘛，那好不容易柯P的旋风或者是他的这个直白的方式呢，在政治圈的非典型，那也许引起年轻人对选举热情好奇的起来。然后柯的强项就是他的自媒体，还有他对于 短演讲还有一些议题呢，他愿意直接就是对上这个对方，或者是说跟大家做直白的一个发言。那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性格在这个文化里面是新的。那你说这个民调在某个时间点上下起伏多少，然后有没有一个长期性来观察，因为谭老师是专家，也许可以再更多的。那我个人看法是说，因为年轻人他对于吸收资讯的方式很多元而且很快速，所以说近期来讲不管说用科也许叫私言，或者说整个执政党用很多的放大镜或者是很大量的媒体资讯站来把他的人格也好啦，他的做法也好等等做了很多的定性，强调好像说他已经是如何如何啦，整个人就是仇女啊、怨女等等，这种大量的资讯在等于这一个月内是密集的攻击他，形成一个好像说哇，这个柯P就是不行，这个人就是啊，这个讲话就是对女性等等。回到你这段论述，对你说执政党一个月不断的攻击，当然是，所以他都没有说这些话吗？一定程度，包括他们当时他有没有说这些话，用民进党的粉专去挑动一个就是说外送员啊，你们如果这样子大陆的人抢你工作等等，这种粉专是来自民进党党部，所以我不认为说执政党真的说我党政分得很清楚，然后我专业归专业。年轻人被执政党的侧翼所误导了，一定程度的风向也来自于仇女论，仇南部的南，
仇男论，没有。我相信这件事情大家误解了他。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大量的资讯，一定程度从七一六开始猛攻猛打民众党，猛打柯P的话，你们网军很强啊。你们为什么 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大家不用在这里争辩哈。就像当时在这个，不，你们网军很强，为什么不反击？谁的网军很强？我看执政党网军才强。那就双方面对战。当时在这个苏院长那个第二了以后。很清楚嘛，这个网军他们太强了，以后大家就会攻击侯友宜，然后柯文哲就会再上来。柯文哲因为民调第二，所以民党的网军就会攻打你们，然后你们就会 掉成第三啊。这个打法最主要，其实柯文哲的民调跌，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郭台铭他竞选动作不断，郭跟柯之间有非常大的 overlap， 很大的重复，所以蛮多年轻人很欣赏郭台铭的，就会转而去支持郭台铭。这个是柯文哲他民调掉，第二个是因为柯文哲坚持他要当正的，还有坚持选到底这件事情，让泛蓝的选民觉得他没有整合的信心跟弹性。但我觉得柯文哲是一个很能够修正自己的人，我相信他在过一阵子就会自我修正。所以主要这段时间柯文哲的民调跌，就是因为郭台铭有竞选的动作，第二就是因为他宣布要参选到底，而且只能当政。柯文哲以前跟连胜文对战的时候，你们把柯文哲骂成什么样子？现在变成是敌敌是敌是友？没有，现在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再也如果真的要合作，大家真的不会去管说我2004还有两颗子弹，还是2014我是神猪、我觉得那个其实都是个人的小我跟恩怨，那个其实都可以随风而去。如果真的再也要合作，大家是要向前看，是2024再也要整合出一组最有力量的人。如果柯文哲民调一直好，是让侯友宜被他整合也没有不好啊，因为国民党有治国团队，我们让柯文哲当选，可是用国民党的治国团队，然后用民进党部分的精英进来，大家共组联合政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你是国民党员，你的意思是说侯友宜可以不用当正的候选人，如果柯文哲可以成功，如果到选举登记前柯文哲的民调比侯友宜还要高，那我们怀纳特，我们如果真的要合作，没有一定我非我当正的不可、恒旭，你们会不会太相信民调？政策性民调所在多有，选票才是王道啊！过去开低走高，跟过去民调领先到最后翻转落选的事实都有啊。谢龙介上次在我们节目中特别提到，他说在选前他的民调是大幅落后黄伟哲，要是没记错20%到30%甚至40%，到最后他微幅，他只输45000票。我们也不会只相信一份民调，因为如果假设民调不可信，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么多的 content 跟内容，我们就不会引用这些民调。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说谁正谁负谁强，这个有一些主客观的因素，但是另外一个参考的因素就是你可以用10份的民调来平均加总来做。我个人如果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我所期待的并不是侯友宜光荣的战死沙场，而是如果柯文哲能够整合大家民调最高，那我宁愿让柯文哲来带队。OK 好，我抛出一个善意的建议，是我相信你反映了很多人的一个声音，但是仔细要思考一下，这跟废侯会不会没有两样？没有到废侯，因为就像这两天我能够现在讲这个概念，是因为这两天侯友宜的民调已经领先了嘛，已经领先了。那我当然我们不要抛弃自我的一些观点跟我们的成见，如果侯友宜能够民调一直领先到最后当然也很好，但是如果再选，那你们要力挺他，对他有信心啊，你们都对他没信心，说他不行，他没有办法赢到最后一刻。一开始的论述我就知道说再也要合作，不是今天谁民调高谁民调低，他不是争一朝一夕，他其实就是你要放长远，你就是要在一起合作。来，谭老师来谈谈目前这样的状况。来，谭老师来也上来帮我们了解一下，尤其看了刚刚的民调之后，我想谭老师应该更有感了哈。我稍后再让观众朋友看，因为也跟恒旭分享一下，他们也做了哈，做的有一题就是说，如果排除赖清德之外，在其他三个候选人，你认不认同选出这三个候选人当中民调支持比较高的，你认不认同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民调电子报有做了，甚至还做了一题，你支不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
好，美岛电子报我必须要说他这一份交叉分析做得非常非常完备，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来，谭老师，我看刚刚那个何旭兄这个讲法基本上非常清楚了，就是要操作蓝白合。那么即便是如果是这个柯侯配也可以接受，现在有一股很强烈的这个战斗蓝这个韩粉的这个力量在推动，说郭是不可信赖的，那么侯是草包，我们宁可反正柯当选之后啊，那么柯如果当选的话，他在立法院哈，在这个国会哈，在行政院啊，那还是国民党帮忙，还是国民党阻隔哈，所以这样的声音的推动哈，其实恒旭兄是有代表性的哈，他的发言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所以我刚刚才说这个侯友宜现在看起来，我就说嘛，整合是这样子，要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才能够整合，两个一般高或者是互为高矮差高矮差不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整合有困难。但是赖的想法一定要非常清楚，就是说就算你们整合成功了，就算是选票上面只有两个候选人，我们也要有能力当选嘛，不是这样吗？好，那当然以现在的民调呈现有没有到那边还没有，可是就是要努力嘛。好，那再一个我就讲，就是说郭台铭是不是一个变数？当然是，一直都是。可是郭台铭的这个变数看起来在消风在消退当中啦，你看现在蓝白两边都不见得去买单买账嘛，所以说郭台铭的后事其实有待观察，蓝白能不能够整合这个还是要看党中央咽不咽得下这口气嘛。那可是你看恒旭他已经讲了，就说可能蓝营有很强烈的支持者在推动这个事情，我们要观察。那我现在另外第二个讲的就是说我刚刚讲到说是在国内大家在看这个事情，国际上的声量和看法也很重要。这个刚才这个志杰教授有提到了就是说赖这次出访还有彭博社接受专访，我想这样子就是说刚刚有提到究竟有没有依赖论，这个依赖论到底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谁操作或谁引起的我们先不讲了我们现在只谈说所谓的这个讲法，之前讲的这个依赖论是说国际社会对赖清德承继蔡英文总统的路线究竟有没有不一样，那么这个路线的稳定性持续性可预测性，那或者说刚刚讲的人家讲他是台独金孙，什么叫台独，重点是务实，重点是台湾的未来的走向跟方向，这件事情的集体看法到底有没有定下来还是有疑虑嘛。好，现在所有的迹象看起来这一块里面，如果到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一天还在讲有依赖论的话，那我可以100%斩钉截铁的讲，这个就是很清楚明显的国内政党政治选举的操作了。你说三个月以前国际社会还在问这个事情还在看这个事情，这个我同意我可以接受，可是过去这三个月来赖的稳定性格赖持续的不是用嘴巴说，而是用行动，包括人事，包括沟通，包括政策论述，包括国际媒体的专访跟实际上的接触这个接触包括在国内的接触，包括大家看到画面的出访，都在显示非常清楚明确蔡英文总统的路线100%的赖清德副总统会承继会接受，而且这个务实的属性不是为了选举也不是为了第一任，那么接下来其实台湾没有偏离这个轨道的可能性，也没有更加的选择。刚才这个乡林委员的指教说这个两强中间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嘛，就两强中间都不要得罪，其实我们没有要得罪谁要去得罪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大国家大邻国，没有人要得罪中国，是中国来招惹我们，我们试图的尽量的要跟他维持良好的关系，跟他对话，跟他交朋友，或者起码不要这个这背向而行，希望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可是在整个的地缘政治变化美中对抗的格局，习近平主政的这几年这件事情越来越不可能，到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做到了。那我们也不是要去选边站要跟美国在一起，但是第一个整个的理念价值是相同的，第二点美国的确在过去的挺台援台友台支持台湾的力量是越来越强，那这种种加在即理念友好的国家整个的印太区域的整合，这些事情的发展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的选择，民意的导向，民意的选择，可是也有一部分是整个的国际的地缘政治的
走法跟推演，到这个地步这个地位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去选择跟谁在一起不跟谁在一起的这个事情了，是中国想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虽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不管是文攻还是武吓，用片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用各种包括军事非军事的非和平的力量，武力的或者是这个恐吓的各种威吓的力量，威吓的手段来屈服，让台湾的人心能够屈服。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相对是处在防守方，那既然是防守方，有理念相同的国家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要重视，我们当然要珍惜。至于台湾的前途跟未来，我刚刚前面讲，统独是假议题，台湾的生存发展怎么样坚持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核心价值，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去保有我们现在大家所习以为之当做空气喝水一样正常的言论自由网络自由，这个才是真正的。但是在此同时，这个经济的安全经济的发展让人民能够过好日子，这件事情是同时存在并进。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人权核心的法治价值跟经济安全跟战略安全这个的通盘考量，才是超越了统独议题，才是超越说你要跟谁好两边保持平衡。事实上很负责跟各位报告说，现在所谓强权保持平衡这件事情它早就已经不存在了，不是台湾不存在，韩国也不存在，日本也不存在，澳大利亚也不存在，讲可以讲，真正要做，其实过去说经济靠中国，这个军事靠美国，这件事情已经是过去式，大家都想回到一个全球化自由化的美好年代，可是实际上现在的状况能够这样子是求之而不得的时候，我们正在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做价值选择。这一次的选举我们不去二元分法，说是和平与战争，也不是说是战争推向战争边缘，这个什么中华民国保卫，都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台湾的主权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的最佳的选择。是，谢谢谭老师哈。